好，观众朋友，晚上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就是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状况，晶晶啊，干嘛吓人啊？今天的大盘真的也蛮吓人的啦，因为除了这个鸿海跟广达在涨之外，我们看到了其实其他很多的个股都让人家跌破眼镜了，对，没错，真的。然后就有一个在 PTT 上面的这个论坛就开始大家讨论了，哎呀，这个台股怎么有一脸要崩破两万的感觉，一脸崩破的感觉，真的会崩破吗？我们看到今天的量。真的，老师让我们解答了。好啦，对啦，这个盘怎么看啊？但是呢，专家跟大家讲到的，我们的谢天谢地谢文老师跟大家提到的鸿海，还记得老师当初买在哪里吗？买在130。没错，没错。今天已经最高来到了157，这么高哦，哈，真的是一直赚钱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上瘾老师也抓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出现了爆大量哦，爆大量又要怎么看呢？后续怎么操作？赶快请教谢天谢地谢文老师。还好，我以为晶晶说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广达你也有，看靠腰啊！你当我投顾老师每一只都有，每一只都有。那基本上、啊、最近我会员很好笑，是笑师啊，嗯，吼、哦，现在吼、哦、不管包括股票是，好、哦、期货本来就波动很大，嗯嗯、正常，哎、欸，股票也波动很大，是，连00919、00939，你杀 ETF 都波很大，对，都很大。你去杀包尿吼，比如说假设你买个20-30张啦，好，你杀包尿出来，你可能少2万块耶。嗯，哦，两三哦，他跳的有够快的、哦，是。那基本上哈、哦，我没有他说谢老师啊，再这样下去哈、哦，他说他比较担心其他股民啊，应该开始会慢慢得到什么肾结石啊，对啊，膀胱炎啊，膀胱癌啊，因为根本没有时间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憋尿是不是、哦？你可以把手机带进去啊，电脑抱进去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你们人生要搞这么累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，你有没有办法做到以不变应万变？好，我举个例子哦。嗯，今天呢，你看到238的广达，它是开高走高。好，嗯、今天呢，你看到2049上银也是开高走高。嗯、是，可是两家公司的收盘 K 线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真的。那如果你去追到2049上银的嘞，哇！然后呢，我明天怎么办？谁规定明天上、不能跌停？好，明天我等下再解给大家。我等下解给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慢慢处理哦。好，什么叫以不变应万变？我先给大家看第一通扣讯哦。昨天呢1:06，昨天1:06嘛，就是台指期货还没收盘，我就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业水会员，我们来到273到289出一半。如果成交呢，你 PM 有标很清楚哦，207到197买回。结果呢，昨天大概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，台指期最低的低点落在20183。那我既然是挂。我挂197买回，所以说代表我成交、我穿价成交嘛，我穿价成交，穿价成交。好，那穿价成交之后，我们是怎么样的应对呢？应对之前呢，来再看一件让你们伤心的事情。哎，在哪里？在哪里有？在哪里？哎，上哎，没有啦，那个231红海大家在讲好。那我请问各位哦，来再一遍哦。那么197这个价格我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我一直希望投资朋友，你今天你要反败为胜的商品也很多嘛，就好像你相信呢，不管包括00919、00939，甚至包括呢现在报纸更好笑，00919的妹妹要出来了，00939的弟弟要出来了，好，我给大家考个试哦，考个试哦，请问。00919、00939、00940、00050、00560、00878，他们全名中文叫做什么？阿宅，你回答得出来？没有，你回答得出来，我谢文马上嫁给你。哇，那不要回答好了，连我自己都答不出来，好不好？连00919叫做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基本上哦，他又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哦，是基本上，所有的东西你要赚钱，你一定要架构在事前上面的一个谁规划？什么叫事前上面的一个规划？可是事前的规划不是说哦，我今天我看好这一档股票，我就是一直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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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样子的。就像你看好3035的智源，你不断的买，买到最后破底啦。那破底之后，你现在看到了238的广达，2317的鸿海一直喷出去，那你会不会把智源给卖掉，跑去买广达跟鸿海？那当你买完广达跟鸿海之后，会不会这两档股票开始崩盘，变成涨智源？有这样可能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空间理论真他爸爸的超级无敌重要的，更重要你要去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题心态来哦。我今天的主题很屌哦，今天看不到嘛？主题我写哈，主题心态很烂，我等下证明给大家看哦，很烂，真的真的很烂很烂。来，之前呢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哦，主力心太多哈，主力心太多，所以说呢，哎，这没有这是历史上面的一刻哎，17282台积电法说会的下午哦，1月18号，对，到今天刚好2个月时间哈，那时候一开厂牌，大家掉传播带，我马上说台积电法说会非常好，是
有，这样三千点的，快三千点的，三千点的哈。然后之后呢，然后都开始做多，做多都没问题。台铃市也都做多嘛，做多利用急涨买进哈，因为绩效太多，我们跳快点哈。因为大盘主力心太多，好来再变，为什么？来八一三这边，八一三，因为急杀的时候主力现在还是个标准很多，所以你很轻松看到2297804。好，不要去羡慕别人，不要羡慕别人，反正每人都在羡慕的。结果呢，没有结果呢 ，P 它冲高之后很有趣哦，冲高收最高的时候涨400多点 ，PM 盘的时候主力现在从红色变绿，红色变绿，红色。所以 PM 盘又杀，就一杀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我的话，主力形态又从绿色变红色，绿色变红色，绿色变红色。所以说上个礼拜我们又利用急杀买进，好，我们又赚了155点。所以说你又看到14万最大单。上礼拜哎，这过好快哦，明天又礼拜五了，嗯，而且今天老师有西装哎。哇，你要去哪里？好烦哦，你要去、哦，真的好烦。酒会吗？我甚至在跟大家讲个笑话，嗯哼，这应该也算是可喜可贺啦。今天呢，那个我跟非凡连线的时候的思涵跟我讲说，谢老师，你4月1号的时候节目要调整，因为广告商要直接下你的广告哦。然后我说我可以领多少，他说你收视很高，我马上跟他讲说我可以领多少，对，重点我可以领多少，重点是你可以领多少，分红分多少？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没有嘞，你就是招牌啊。我没有，我发誓，我之前跟凯明连线连30分钟，嗯，可是我发现说，哎，我都不用做事哦。干嘛会员是怎样？会30分钟真的很长哎、欸，那很长哎、欸嗯。然后后来跟思案呢，从15分钟我一直剪，因为我说我强调做事。后来因为我们现在都会给非凡图卡嘛，嗯、我刚想说，哎、欸，能不能偷偷告诉你哦？我以后给你图卡就好，我不要脸了。反正没有，不是要人讲，不是我要的证据，我要的证据，嗯、我都从非凡脸书截图下来。哎、欸，看我刚刚打广告，而且完全就是不盖牌的，告诉大家。哎、欸，对，没错。嗯啊没有没有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穿西装哈、哦，那是因为等一下要去录节目，哦、好烦哦。人家也是那个制作人千拜托万拜托，没有，我是觉得啦，有空多做运动，我不会想去赚那通告费。你说通告费一次6000块，我差那20点嘛，那么闭眼睛随便赚都有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那等下实战再继续讲哦，来，那所以说呢，礼拜一的时候，礼拜一是礼拜一嘛，啊，那我跟大家报告啊，太复杂，太复杂，直接看对账单哈，3月26号。还有3月20号，对，那都让你们看完哦、嗯。然后这个好像是昨天嘛，哦，哎，昨天前天我忘了，反正每天都在赚钱，赚到最后自己都忘记礼拜几了。这个是昨天啊？哦，这昨天哦，昨天、嗯、哦，昨天在昨天10点02分，10点02分，然后大概11点多成交，好、嗯哦、成交。然后昨天跟大家预告收盘大 AC， 收盘大 AC 都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收盘大 AC 好开始了、哦嗯。基本上哈、哦，今天我讲坦白，我有点 shock， 来再倒带一下哦。昨天3月27号的时候，我预告主力心态，它还是个标准多、嗯，然后收盘它是大于 AC，、嗯嗯、好是背跟我背图哦，记得按赞分享。收盘大于 AC， 代表隔天不是盘就是上涨，就是、上涨对盘上涨，盘上涨，盘上涨、嗯。好，来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哦。今天早上呢，在8点51分的时候，晶晶有看到传真稿吗？我那时候以为说、嗯、奇怪，我们三不五时觉得自己电脑坏掉了。8点51分，期货开盘6分钟时间哦，对，心态空。心态空是心态空是，可是因为昨天收盘是大于 AC， 所以最烂的状况就震荡，就是震荡、哦，对对对，没有是很丑，嗯，不重要，都看得懂，都看得懂。所以说我标记的185还有133是好、哦，都是买点，都是买点，好好来了，185到133了，好。结果呢，今天最低的一个最低点，如果说我挂133，保证穿价成交，嗯，因为他这样杀这一刀是，等于说昨天很奇怪呢，昨天我做多的时候，昨天主力现在都多。就昨天从 PM 牌开始，主力心态又是空，嗯，哦，主力心态空，就是因为主力心态空，所以昨天我 PM 牌买最低，他没有空我买不到啦，他没有空我买不到，我买不到，就今天也都是空，所以说哈、哦，主力现在很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你空害我不敢买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昨天 PM 盘有买，可是现在 AM 盘、嗯，因为我在盯盘，我看到主力心态空，我买不敢买，嗯、没有，不是，我不会跟你讲说啦，我不会用骗的方式啦。可是如果说你照着我们的主力心态，我讲坦白，2年时间，你20万要变1800万，真的超级无敌简单的，而且我是每天给你看的哦。等于说它对与不对，我完整给你呈现嘛。那你再去衡量说，哎，知道软体到底能不能使用？好，那现在主力心态它是空，所以说我昨天 PM 盘我买的一个所谓部位，我在10点27分我就把获利卖出，获利卖出哈、嗯。所以说啊，许晶晶啊，我教你一招哈、嗯，你判断对与不对，看对账单就好了、啊，这对账单比较快嘛。这样比较快嘛，干什么讲什么干话干什么啦？你说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，所以说再看一遍哦，再看一遍，
今天怪是怪在说没有，今天我根本不会认为主力性在空。如果说好，今天是费半指数，好，费半指数费大费要应带来再到带到带到带，它先跌破多方的夜水防守价，所以主力心态空，那很正常。可是费半指数它并没有跌破多方的防守价，它从昨天的 PM 盘就空哦， PM 盘昨天是拉起来，我们昨天 PM 盘买在这边，买在这边嘛，它拉起来，可是问题呢，从拉起来它也是空，今天早上它也都是在空。哦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择站在卖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这就是我谢天谢地谢恩完整的操作理念，完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值不值得你去跟看你自己，反正我每天给你看 call 讯、啊、你都得到一个所谓事前预告，而且我跟你做预测嘛，做预测，因为它是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杀下去拉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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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的原因。好，来哦，那你说今天杀下去拉起来，杀下去拉起来，还没完还没完，再给大家看第二个东西哦。今天哦，没有，我再举例哦。今天哎，刚刚我好像讲过了哈、哦，我特助这边喊说，小四，好、哦，我们要不要把上银哈、哦、开始来复制15034店、1513中心店？因为今天上银盘中急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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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拉。我说 no， 为什么？来看清楚，我再给你看，大家再看过去哦。今天哦，既然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2603长荣，我们从163块买的，然后呢，我们买，然后到176、77、78、79，我们都有加码，我们都有加码，我发誓。所以说今天9:17的时候呢，我就说呢，把加码单全部卖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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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卖掉。那昨天1513中心店，我们是利用急杀，我买最低，买最低。今天呢，9:17的时候，181到183就开始卖，就开始卖，也卖最高。也卖最高，也卖最高，是就要赚4.5块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那是因为大盘主力现在空。我这样讲的很慢哦、嗯，我这样讲的非常非常慢哦，来慢慢解盘哦。基本上哈、哦，今天心态空，外资卖了2398口，今天的收盘它是小于 AC， 因为我们知道4月1号愚人节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嘛，00940要上市啊、要上市。对，然后呢，昨天投信讲的信誓旦旦，00940呢挂牌价会跌破大家的眼镜。他意思说，他绝对会在10块之上、嗯哦，搞不好是10.01。嗯、你们扣掉手续费还不够，好坏哟、哦，好坏哟、哦，好坏哟、哦！看你们有点很干哦。所以去排队的人怎么办？叫他情何以堪？没有，在在那个银行前面排，不是在证券行排多久呢？笑话还没讲完，笑话还没讲完，来来来，你去用会员哦，没有，我说过的嘛，反正你们00940、00939，我们都从期货，我们从鸿海。好、嗯哦，你知道我看到这张单嘛？我从这些股票我来赚嘛。啊，只是说呢，老师啊，我鸿海都还没出，我怎么买0919的、啊？老师，你四店也没带我出哎、欸，那我怎么买0919的、啊？哦，有赚钱就好了，还要出？没有没有，我股票我不会这样子。哎、嗯欸嗯，波波，我们先跳最后一个标，好，最后一个标哈，这是昨天我跟大家预告四店的多空防守价、嗯，我说278块钱、嗯、是它多防，是今天四店，我举例好了，嗯、假设你买278，收盘280。赚几块钱、嗯？对，没有很多人问我说呢、嗯，你要学什么？你要学的东西，我都已经 highlight 出来给大家看哦，给大家看哦。等于说，没有，你把00919、939、940，whatever，、嗯、反正我的会员吃饱太闲嘛，反正你赚的钱，因为都赚钱。看你从期货他妈赚到爆了，好不好？是，今年哦，今年加起来至少破好几千万，嗯嗯、破好几千万，我不能买一个00919啊，不然人家讲说00919、00939，但听不懂，好丢脸哦。好好去买，买，那么我那还笑他说，呵呵笨蛋，去买跌破多方报价的。好，就今天弹起来。好，他说老师，我有卖哎，就哎许晶晶，你知道赚多少吗？赚265块。不过呢，如果说以收盘价来看，他好像卖还不错哦，他卖在25.75，收盘收多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好了，我来看。没有老师，我还有三张。OK 25.32，所以说你看说还不错，哎，为什么又来上我的课？嗯，哎，连这种死人骨头都有办法算出来，来，真的，基本上啊，来，为了验证，来啊，算着了，这不要盖了，盖25.32，来直接写出来，哎，25.8，不知道是一还是零，我忘了，你细节部分就打电话进来了。嗯，25.9是压力，25.1是支撑。是、哦、我讲很慢哦。好，我看我连0.99都讲。哎、欸，我看你来上我的课来，我讲个很来再讲一遍，再一遍很低级哦。
你买25.46，你25.75卖，然后你刚好赚265块钱，哦 ，OK 了 ，OK 了，看至少比你们他妈乱做好吧？你今天跑去追2049上赢的，哇靠，料洗！你今天跑去追4938合作，也马上赔钱嘞、欸。你今天看到中心店盘中其他跑去买的也是死啊，真的还赚钱，嗯，跟我们做就对，跟我们做就对，好，来再一遍哦，来，很多人说谢老师啊，今天的疫情涨停板。好，我要强调的事情哦、嗯。基本上呢，我这一个人啊，我不会去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来，我再一遍哦。潜在隐藏成分股，哎，这个新闻被人家骂翻，一定要看一遍哦。它包括2317鸿海，还包括2301光宝科。结果今天光宝科破底，今天光宝破底，杀到一个所谓脱裤子。那么呢，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，你呢，你所参加的投顾老师，今天正常的投顾老师，正常啦，只要没有变态的啦、嗯，今天一定要去追238的广达，一定要追嘛、嗯，一定要追啦，真的一定要追啦。可是你，我不知道说，如果没有，我讲坦白的，如果要追股票，你自己做就好了。你参加投顾老师，你脑袋有洞哦。好，我给大家看我怎么做的、哦，看我怎么做。来，这个是哈、哦，昨天1513的夜水中心店，中心店，它盘中往下急杀。可是昨天在9:51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一个所谓的会员，支撑落在178.5，所以178点我再买。就买完之后，今天卖在183块钱，我赚了4.5块。嗯哼，我不知道这4.5块对你们有没有很大的意义啦。可是就我的会员角度而言，啊，反正没差嘛。今天有钱赚没有？不是。如果说我今天我去追。你运气好，你追到238的广达；你运气不好，追到2049上瘾。然后呢，两手摊。那我问你哦，我问你哦，那你同时追广达，同时追上瘾，一赚一赔，你不在做白工哦？是啊，你懂我意思？那这是浪费你的生命时间点呢、欸。所以说，你今天我一再好奇啦，因为其实我老板就说：“哎，谢文呐、啊，哎，我们要不一起来买个广告啊？不然你他妈点阅率2000-3000能看哦。”可是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，看我的节目的。九成都是会员、嗯、甚至于呢、嗯，我每一个月的业绩啦，99%都是会员续约啦，我不会在乎你们啦、真的啦，不会在乎你们啦，因为其实我的节目你不感觉到说好像是在对会员讲的嘛、因为我就每天可以看扣讯嘛，我没有盖牌呀、我没有任何一次盖牌呀、我有盖牌吗？我没有盖牌嘛，我只是把我会员扣讯再念一遍给会员说，哦，我们怎么做的，你能找这样的老师吧？你找不到的吧？你看1503的银行四店国统赚国统昨哦，国统为什么最近开始跌了？因为那个什么，好像那个前线100%在介绍了，都我都赚了一倍了，还在介绍。OK， 超好笑，没帮我做的作证哦。我不管了，简单介绍他们事情了。1503的四店，好、哦、四店来，最经典是什么？2月19号的时候还跟你预告144支撑哦，而且没盖牌哦、所以说你看嘛，没有我很多会员就这样子嘛，他今天等于说用我扣讯，哎，赚了钱之后的，然后有的去买 ETF， 那有的话他就说，老师，我想呢再更精进一点，因为呢你的股票好无聊、哦，这股本那么大的资，我们要做什么8011台通，我们要做那些股票，那小股票比较好玩的，我们要做什么华星光，我们要做智元，好，我们要做什么3320双红，拍谁啦？一样都把我的软体带回去，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哈、哦。反正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而且我讲坦白的，哎，现在那个 YouTube 真的赚翻了，哎，我跟你讲哦 ，YouTube 它的亚洲区收入第一名就是台湾，光投顾老师付给他们的广告费用很快，没有，你知道呢？法拉利在全亚洲销售 No.1 不是中国、哦，是台湾，对，是台湾，是台湾，很厉害、哦，很厉害，应该全。应该没有扣除欧洲啦，应该是包含美洲，应该都台湾吧，都台湾限量版什么都在台湾，都在台湾的。台湾很奇妙，那没有啊，这问题你至少买一台2800的法拉利，你有法拉利啊、那我不知道投顾老师为什么要花400多万，每个月400多万去买广告，然后把钱、好像把钱直接丢在淡水河里面，然后你们看到广告哦，尤其我每次被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个投顾老师声音很大声，他跟我起床。他广告，你要看我没有会那个干掉，你要传给我看，要看我节目先恭喜哦。奇怪，这不是谢老师的 style， 谢老师讲医学，谢老师医生，医生，好、哦，许晶晶护士、哦，你的护士帽呢？你的丝袜什么东西？护士袖要穿丝袜吗？那个防静脉曲张的有啦。OK， 对，防静脉曲张。哎，讲到静脉曲张哦，
哎，这样也可以。静脉曲张其实蛮严重的哦，是哦，要小心哦。如果说当密密麻麻的红色线爬上你的腿的时候，就要注意。哎，如果堵塞你就完蛋了，堵塞要截肢哦。要截肢，所以说有静脉曲张的话，没有啦。我并不是，哎，静脉曲张要看哪一科？皮肤科吗？哦，皮肤科，皮肤科吧。没有啦，因为哈，其实呢，就整个医学分类啊，很多人说谢老师没有没有，就好像我那个朋友得那个淋巴癌，那时候他也就这边肿，就走没有。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，早上胯下，那我跟他讲说，最快的方法看皮肤科，因为皮肤科不会有人排队的，很少。没有，除非是名医啦，名医那没，那个名医那排到，听说要排到凌晨12点一点、哦那个、你到什么万方啊，台大排不了，排到、那个省立的医院或者什么台北医学院啊，你挂皮肤科一定有位置，因为、那皮肤科帮你看嘛，皮肤科看，他可以帮你转诊啊，对，开转诊，开转诊啊，皮肤科他都会帮你测量，因为我之前长过脂肪瘤，我知道啊，对啊，那我说，会不会是癌症？他说不是，是阳性的啦。他说你害怕的话，我帮你做记录哈，然后拍照，拍完之后说 OK， 你一年后再回来。哦，就一年之后再等不到我了，我再也没回去过。哎，切掉了没？好像不见了。哦，那很好，没有多运动，多运动，多运动了。然后每天带会员去看动物，每天带会员赚钱，自然就每天就心情很爽，是真的。然后呢，试店赚到爆炸了，然后再从试店到，而且你看嘛，都给你们看对账单，然后再到1513中心店，反正我等下啊，放心。我等下如果没跟你写上瘾，我头都还可以当你做，放心吧，慢慢来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标标准准的夜随功力哦。然后1513的夜随中心店呢，我们至少赚了250块钱以上。然后呢，来，好，然后期货的部分也赚爆了，来，你看清楚哦。基本上好，我先来这种口讯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这个是在鸿海，好买，其实我们110就开始买了，好，来看清楚哦。可是来到130的时候呢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还有跟大家预告，好，那我先把这下面扣进读一读哦。中心店期货还有东元，东元我们有买，基本上哈，我觉得东元这家公司蛮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东元我们也赚了13只涨停板，哎，东元买多少钱啊？东元买多少钱啊？看我东元哦，东元是买在48.5嘛，48.5，对，在那边好看到48.5。那东元到现在呢，我还在报好，基本上的话呢，来再变哦，电线电缆是下游，那电线电缆的上游是变压器 GIS 电线电缆。电脑下游呢，就是智慧家电，还有智慧城市。好、哦、啊，东元是做最下游这一块，我觉得应该会在上。好、哦，应该会在上。来，那好，来讲鸿海哦。那鸿海的一部分呢，就不用讲了、哦。许金，来，我们上礼拜呢，我再把基本面再强调一遍。因为上礼拜呢，有会员问我说，小石啊，苹果的股价这么烂，鸿海不会被影响吗？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，我说鸿海它的手机用户好几亿，我说我不知道几亿啦，至少好几亿啦。但他现在也要跨足 AI 边缘运算，所以说，那我请问各位，鸿海的苹果的订单，他会给鸿海嘛？已经给鸿海的嘛？我本来就找他做的啊，我手机找他做，我当然会找他做，电动车也找他做啊，电动车他不做的嘛？所以那个苹果股价暴跌，那我说他也是给鸿海，好，一直喷啊，一直喷啊，来，你真完蛋，真的要打屁股，真的打屁股，我不要算110啦，我算130就好了，你知道我们可以赚多少吗？我做期货几乎好像每一只都倍数，好像除了1605华兴赚最少赚60%之外，每一只都倍数。好，东元期货也倍数嘛，然后中心店期货也3-4倍，然后鸿海呢，我算130，我不要算110哦。基本上我再教大家一次好了，因为它的保证金比例是0.135，所以0.135我买在130的时候，事实上我是一次买2张，好，一次就2张，你要背起来，一次2张，一次2张，所以我成本是35100块钱。就到今天呢，我赚26块钱，可是我一次又是2张，一次2张嘛，一次2张，两，你从来没做过，你下一就好，按一次就好了，2张。而且我问你，没有，我一直很羡慕台湾的股期在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都是大只的啊，它都大只的，它都大只，对，都大只啊。就像呢，大只的好处在哪里？你不会买到什么高技啦，哦，就叫很多人说，哦，所以高技基本没有啊，就跳下去。好，那你说老师啊，你就买不到一起，没有，不是。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我不太去做我连代号都不知道的股票，我不做那种东西啦。我说我们今天没有，我们今天来市场上，我们的唯一的目的，就好像你要从台北到高雄，你去看黄色小鸭，
或看变形的黄色小鸭，或去高雄看一个世界上的名医，或者你从高雄要来台北看胃针、看心脏科，我跟你讲了，多运动就对了啊！我脂肪那天没拿给大家看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我还不懂哦。我那个朋友很喜欢吃甜食，可是问题他的空腹血糖又 OK， 可是胆固醇很高。三酸甘油脂就不用讲，三酸甘油脂吃饼干的，我就讲啊，吃饼干油大，这一秒钟打掉啊。甚至于呢，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最有名就是什么宝什么，还有那宝林茶室，宝林茶室，哎，我不都不知道那里。哦，没关系，它就是食物放米食放的比较久，然后不新鲜的啦，然后尤其又跟椰子放在一起，产生一种。也什么菌，对，菌酸。OK， 没有，我是说那家餐厅我都没听过。哦，百年茶室哦，还好，我都不太去做那种应酬的事情。还好真的，没有，我觉得那个都没有意义啦。我们自己研究就好，反正我基本面、我产业愿景我都讲得很清楚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说呢，鸿海的部分呢，我们又赚了1.5倍。好哦，来再看一件事情哦，空头真的完蛋了。鸿海很奇怪哈、哦，老师啊，已经156还会再涨吗？我问你哦，我问你哦，那个你知道鸿海今年预估 EPS 多少吗？好，来我们讲超低标好了，10块钱，本益比15倍，AI 的股票随便本益比都30倍，是，何况他今年不是赚十块钱，是赚15块钱，最少15块钱。那你认为本益比应该几倍？真的完蛋了！而且这个主力现在蛮怪的哦。他之前空，当他一翻多的时候，他就一直买，一直买。而且你看哦，我软体很屌哦，这菱形的一个所谓部分，就是连续性的一个所谓加码。再来见哦。你看哦，看到这根黑 K 棒，你可能以为鸿海要崩盘了，是。可是主力现在是多。我的其实。没有，其实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做法啦。你看每一档股票，我不会跟你讲我从头报赚到尾啦，就好像市电，我跟你讲我还没出嘛。因为它没有跌破多方的防守价，可是如果它反弹到空方的防守，我一定会卖。好，我一定会卖，好卖就把它卖掉嘛。那么所以说我没办法卖最高，可是问题呢，为什么我的会员永远赚的比人家多？你参加投顾老师。可能盘中一震啊，哎呀，2万点好恐怖！看，多头自己都会怕，哇，2万点好恐怖，然后就把卖掉了，然后就没了，啊，你敢买回来吗？可是他只要我举例好了，鸿海他所预测出来的多方角落在147，好啊，来啊，鸿海明天带总一点，你破啊，你破嘛，你破了、拜托你破，啊，破我们就全部获利卖出而已啊，拜托你破了，破一下好不好？破一下好不好？好挑衅哦，干超挑衅的，超级挑衅，妈的超嚣张的，干这老师真的很嚣张哎。多空防守价，好了，来我模拟一下、哦、好，我鸿海哈，明天能不能开个平盘？然后明天台指期货盘中跌400点，鸿海呀咻，来到147就弹起来了。哎呦，这叫规划，这叫屌，这叫超级无敌屌的。按赞分享，想清楚没有？想清楚你要什么样的老师啊？来，这个哈、哦、没有刚刚承诺过的啦，上瘾，你可以自己看哦。老师啊，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。没有时间解释，要行销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对，没有爆大量了，爆大量。对，爆大量哈、哦。中文有一句话叫“江湖险恶”啊。哦，不对就撤。没有爆大量，在颠倒解释嘛。他现在预测哈、哦，明天，看我跟你们讲那么多干嘛啦？哎，对对啊，忘了，这个是我会员的哈、啊、所以可以讲，哦、啊，这节目反正这对对对。除非他明天开盘开过285，否则285变成短线压力，短线压力。可是我也没出哦，我也没看老师你好像买股票都不出，干是谁买股票不出啊？妈的，我妈2376季佳卖多漂亮啊！我怎么股票不出啦？只是我不太会去拥抱标股，它本来就需要很大的耐心。那只是说呢，今天呢大盘主力心太空，它让我有点毛毛的啦。因为现在的话 ，OTE 指数哦，你看到哦，而且很奇怪哦，它只要一拉就爆大量杀，代表有人在卖。可是好处是在于说呢，它的卖它是采取换股。可是呢，我很诚实教大家，好，顺便教我学员啊，
你换股还好歹换到小资的吧，你换到什么广达鸿海要干嘛啦，你要是小资比较好，你懂我意思吧、嗯、没有，就个股上面的一个所谓结构啦、嗯、所以说这都是基本上你们应该学会非常重要的技术分析理论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每天看我的一个所谓节目，哎，我们这节目真的很屌哎、欸！我有跟你说恭喜所有的会员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，看那老师怎样啊？精疲力尽的，额头一直喷，一直喷，喷什么喷呢、啊？反正我都是事前讲在前面，你自己想想看哦。从一哎，每周倍数哎，从15034电、1513中心电、电力1504的东元三只我全部包，再到2317的一个所谓的鸿海，我全部挂了，我挂牌吧，我有盖牌没有？2049上银我也完全没盖牌，结果昨天上银量能涨停板，结果今天跑去追，那是你的问题。那明天多方报价我写得很清楚哦。嗯、啊，会不会明天波筹在？哦，上银来到这个价位啊，干早知道270块买，拍险没是天底下没那么多早知道，144块钱的市电要来的时候跟预告叫你买，你不买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我没有，我只把多空反手价，我很清楚跟大家做预告，反正明天就可以看重播带，这才是你要的老师，这才是你要的专业。反正还是老外句啊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一直喷一直喷那种 A 片费用哈，真的差一天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。你今天笑什么、啊？那一直喷不是 A 片，那什么东西？神经病啊！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，标股、啊、标股跟乌龟的标股，再怎么标，有我的2317鸿海标吗？真的真的、啊、真的只要360，对啊，真的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。嗯、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一直喷一直喷。好了，明天下午的2点钟也请你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很欠业绩是不是？拜拜。